为了培养优秀运动选手，和小朋友体验拍球的趣味，台湾电力公司在暑假期间举办台电羽球放电营，由台电所属全国社会女子羽球队带领小朋友在活动中学习合作、体谅和包容。小朋友随着舞台上的教练进行暖身。每一年的暑假期间，台电拢会配合政府政策推广全民运动，实践企业责任。这几年来，并且有台电所属的六支社会教组球队陪伴偏乡的学生打球，让体育运动会上从细汉开始。所以，在今年的暑假期间，特别由台电全国社会女子组羽球队来到彰化，教小朋友打羽毛球。今天我们这个台电公司来彰化地区办理这个羽球放电营的活动，那受到这个在地乡亲的一个支持，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这个小朋友跟家长来参加的相当踊跃，那也感谢这个在地的一个乡亲对台电的支持，那希望不止在运动上的支持，在我们公司的一些这个稳定供电啊，或是地方的一些建设也给予台电来全力的一个协助。立法委员王惠美表示，台电这届的活动会使让小朋友一个快乐的暑假，也会当学习到合作的精神。来举办这个羽球娱乐营哦，啊，让小朋友呢会使透过暑假啊，加来运动，啊，让伊的身体更加来勇健哈。那透过这样的话，我们来从小开始来栽培我们的羽球的一些人才。再次的谢谢我们羽球委员会的由委员也是我们有主委，也是我们现在的市长啊，候选人是真的非常用心。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台电跟我们的民众呢更加的这个了解这个电的这个由来啊，如何来这个节能啊用电我想这个是双方互惠，也希望说透过这样让小朋友有个快乐的暑假。为了照顾弱势的小朋友，台电也保留一些的名额给弱势学童，带领小朋友快乐的成长。啊，今天我们的说那个羽球队，那个社会甲子，下乡来我们彰化区市来办这个羽球放电营，最主要是我们配合国家的这推广体育的活动，然后来栽培我们这个小朋友，来关怀这个弱势的团体。所以这次活动里面，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那个所有弱势团体的这个协会的这小朋友来参加，那最主要是养成我们小朋友来这边，除了学习技能以外，又养成这个良好的一个纪律，发挥团队的精神。台电羽毛球队将以五天的野队课程，指导小朋友羽球的基础训练，让小朋友在野队活动中，除了学习到拍羽球的技术之外，也会使养成良好的品格和团队精神。新中华新闻白明林，中华采访报道。